就跟长得都有名的明星唱演员，那你让他先讲，直接乱用。我们没有说好这一趴你可以讲过。好啊。金属枪子弹的道理，他能讲话，我就可以接近到美好。排歌单的那个时间要考虑，你记得那个吗？哦，不记得。我们用抽签的啦，我们都是用抽签的啦。哎、那个对，来一些回应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要把这个东西改进成花式，谢谢。我是谢谢。好，听起来我好像一个外国人一样，我是一个外国人。我来到台湾做这样子的这样的表演，我觉得非常的这个，这个 happy， 好啊 ，OK， 好，我传好了。接下来来个重磅的人物，好不好？邀请到，哎、看也看得出来，我们今天故意 set 的，把自己弄得很 hip hop 重磅，有吗？我有啊、哦，我有。
有有有有有，我们看起来很 hip hop， 就是为了要融入接下来他们，因为我们很想要跟他们一样酷。有请我们的好妈姐，西城查处，胡先进，我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没有错。接下来这首歌，那我看你们的嘎吱舞好不好？这首歌叫《好气氛》。先给说，这么早起的朋友们，这个开场是一个好气氛吧？没错，最近是一天的嘛，让西河休息一下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Come on， 胡先进 ，Let's go。写写这句话其实很感触，因为你每次在升旗或是你要放暑假寒假前那个教官，你都很期待他讲这句话。他前面已经讲了30分钟、哦。那边那个操场的同学啊，谁在那边给我投棒赛啊？谢谢。那个教官做一句简短的话，谢谢。啊、哦，好简短，好简短。这首歌副歌非常简单，希望大家可以把双手挥到最高，比那个还高，好不好？这样讲的台湾最赞。如果比那个还高的话。这首就好了，没错。我一受怪是什么？听团不讲的话，这些东西耳朵太热哦。两边都正常的啦，其实以前的日记也是这样子干。调制照，先看一下。
合照，要吗？好嘞，好啊。